严南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可是严南，我不是的。别怪他总在失色所在，无所不能。对不起。不要。你是他最恨的世界里最爱的人。严南，我希望你喜欢我。可是恨的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你从未对我有过一丝心动。你我之间绝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。我这个女人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，你只是七七而生，唐生无法两断。严南，我多希望先爱上的人是我。寸步二十，我听闻杭州即将到籍贯军，已经二十三，会有婚姻吗？可能也没有什么成亲的机会。这不，云霄台。